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也来跟大家唱一首《切切》。这首歌是我们现在2021年上半年最火的一种古典歌曲《切切》。讲到真煞世，分手着嘛会相找。当作咱无爱分，叫我去找别个。用心的话，伤我才体谅，将咱的心拆出两一边你受悔，一边我无人会。一边我无人会。